电视上的。老师，我从来不带你们睡套房啊！老师，我心怀佛心，我只帮你们这些家伙掐掐手指、算算命、削削你们的钱而已嘛，是不是啊？你怀疑呀、啊？你知道老师我是什么学历吗？想做。
钱给你吼，感谢你帮我改名字。哎妈，走了啦！走啦！